们就来了，这是红旗路啊。红旗路我们车比较少。红旗路这口啊，右转有灯。各位大佬，您走这时留神啊，这边应该是右转鞍山道。右转鞍山道，右转有灯，右转的灯。我现在很确定我这个背包啊，背包偏重，装东西没装好。去红灯啊，我还要变绿了。
这是个什么路口？过吗？哎，走。停车场的路口。你就给自己找辙吧。离你远一些。宜宾道地铁站。